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元宵节吃中酒吃平安。今年庙方准备一万公斤的鸡肉、2000罐的米酒以及3000公斤的白米。预估享用的民众有10万人，啊，就惊民众有饮酒开车的问题，所以把水甲酒的比例调到10:1，一罐米酒是10罐水。规排总铺师不用咧煮中酒。边阿姨都啊，民众拢最好势，但未享用。不知道吃丁酒是什么意思？天丁，我想说，对，再生一个。这是南投德山指南宫每冬拢会举办的吃丁酒活动。今年庙方准备10万公斤的鸡肉、2000罐的米酒、3000公斤的稻米，要让大家吃平安。赞，都很嫩。民众讲赞，但是吃酒话落去，这酒精的浓度敢会超标嘞？大家惊酒啉落吼，是不是有的酒量不好？所以我这酒大概是一罐酒含十罐的这個水。庙方表示讲，这水甲酒的比例是10:1。会惊酒驾无？我唔知。就算酒量无多，民众安全起见，也是请人接送。这个吃丁酒活动，庙方估计有10万人。对在地人来讲，这是年度的大代志。